今日之点再同大家知知笑到你有腹肌嘅怡英港人。有网民喺社交媒体发帖，表示自己啱啱到英国考文瑞，但手头上只有2000英镑同埋18000港币，合共啊差唔多40000港纸，实在非常富有。呢位仁兄又上载咗疑似家外嘅蓝天照片，诉说唔知挨唔挨到揾到工，但佢仍然抱有希望去超市购物，表示买咗3日嘅餸菜，只系花咗26英镑，觉得真心平。唔少网友见到呢一种惨惨 post， 第一时间出嚟送祝福、送鸡汤、免费派发，加油！心中信念一个得字就一定得。有网民又表示，若有居住嘅地方，2000英镑已经好好用噶啦，差啲令人以为攞住嗰少少钱就可以做成世人。有啲喜欢讲真话嘅网民就唔系咁谂啦。有网民讲出绝望嘅真相，冇翻几百万，有咩资格讲移民呢？亦有人吓佢，认为揾唔到工，停炸斗啦。英国欢迎有钱嘅香港人，至于穷嘅香港人呢？正式申请入籍嘅时候咪知咯。祝你好运啦，英国爱你啊！